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BOP 天堂鸟嘅 Linkin。咁其实谂翻，即系我哋出道咗三年啦，其实会经历过好多高低起跌，同埋一啲风风雨雨。咁一定会有想多谢嘅人，同埋有人离开咗我哋咁样。咁我首先讲翻一啲可能即系帮过我哋啊，同埋喺呢一段路经历嘅时候，其实屋企人先系最重要。咁由出道嘅时候，我同屋企人嘅关系其实唔系咁好，因为佢哋可能唔系太明白我做呢一行嗰样习惯啊，或者个运作系点。因为嗰阵时系有宿舍嘅，咁我直头系唔翻屋企，唔同佢哋搵，唔搵佢哋。咁所以佢就好担心，到底我系发生咩事，同埋好似唔沟通咁样。咁因为嗰阵时可能年纪细，同埋觉得不如有啲嘢自己处理好，唔好烦屋企人。但系其实咁样会令到屋企人更加担心。咁所以其实一直佢都喺我身边去支持我，支持到我而家。咁所以我觉得要多谢我爸爸妈妈、哥哥妹妹，其实佢哋一直都俾好多努力我，俾好多支持我。咁同埋所有帮过我嘅工作上嘅同事，其实佢哋每一位唔需要咁落心落力嘅，佢只係打份工，但係佢会因为想帮我哋成功而出尽所有自己嘅能力去做好所有嘢。咁所以佢哋嘅帮助都係一个令到我走得更加远嘅机会。咁亦都要多谢一啲闹过我、话过我同埋离开过我嘅，因为他们令到我看清更加多的，其实我要怎样做得更加好给他们看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所以我相信经历了这三年，我已经成长了很多，希望继续会更加努力做得更加好。